这辈子我跟你说，五百多，你手里我说这不对劲，能吐气。他一到手里都塞六百来斤了，再往这六百来斤，我昨天直播抓的747，747多斤，他愣了还说那个，看看咱这五花肉啊，五花肉漂亮，瞅瞅，小猪五花肉干不上这个了就。五花肉是挺好看，这是得3元。你买的猪最硬的，我抓住直播，你可以关注他。我那天抓住加一这个猪，你都知道。干点鸡，瞅瞅，漂亮吗？这猪行，装漂漂亮了，这整熟了都整熟了都差不多。那可能，可能不是，那漂亮的猪。哎呀，过完年吃的。今天这是3级了还是4级啊？今天是级就这样，今天。今天这鸡就这样，过完年这鸡就。这一家人多的呢，上周没人。你就在那抓的吗？上那抓的猪。大兄弟，相中那肉了，这才有40斤呢。啊，不是，我不说小小姐大老远开车来的，怎么有那么贵呀？肉不贵，贵。这太阳也太到边儿了，真是。少，这年后没啥大雨。对，年，年后人就少了。是。张八的没整2天，不开直播，一出去就弄他妈干了，就弄5天，我就。看这块招牌好不好？这回咱下回机研究了才没意思呢。啊，你这买卖就是一个循环的买卖。正好有点好硬嘞。再不来个回头，咱马上回来了。对。这一大堆啊！现提，赶紧带点猪尾巴。那咋样？我带人使的吧。我今儿拿个猪尾巴冻冻人呢，这时候没点肉，再买点卖给猪尾巴。猪尾巴，你不盯这么钱吗？回去不会负责啥？也当工作钱，中吗？别当肉吃，猪尾都40来块钱一斤。那你没那样活，就买拉骨头吗？拉骨头都不要了。啊，你就意思拿这根小猪尾巴？对呀，拿小猪尾巴。人要大骨头，他把猪尾巴当大骨头卖了。做梦，你的意思？吃老板吃的。拿猪尾巴要5人斤肉吗？从老板这事你老记住了是吧？我那边给土老板直播了，你唠嗑了呢。嗯，找好了那人。你直播的人净好人。嗯。你直播的人净好人。那可不好了。看咱这后球啊，来，都起大理石了。兄弟，你看，大哥踢这后球咋样？瞅瞅，啥色儿？啥颜色的肉？没有这颜色的肉，达不到高品质，你信吗？我说的。是，这可不是吹的，这我在你们那个宁城三凤店那边抓的猪，这是100来公里抓的。你知道大兄弟是宁城的？啊，他哪儿的？临安的。他长相就看出来了。临安的。十年卖肉的，你是说话呢？哎呀，找你是不是临安的？就完事儿。这猪血多吗？是。传播福建迷信，直播间里整猪。那我们看这大骨头，猪尾当大骨头卖。147，70多斤的猪没几。
两年啊，瞅着，瞅着公司有，瞅着，这才正经玩意儿呢。不是油都流出来了，你这玩意儿做多瞎了，别动。你炖完之后，里头一敲开，全是骨髓，别让没有。你要冷鲜肉那就完了。但是那小骨头放里头也细。大骨头，这点好肉，但是一样我受累，啥的肉。那你说你到连屠宰场都不给往车上整啊？嗯。你自己往车上扛。多少斤？50斤。616。上回不是的。现在是不是现在肉卖616？今天啊，多起来四十七。哎，你这个鸡那炸香饼啥没来？大兄弟，你这大一堆。妈呀，搁哪？哎，我刚搁在这儿了。你把啥搁哪了？多顺呢、啊！今天卖这肉绝对顺，净溜。三位大兄弟，一人拎一大包，吃着好，下回再来啊！好嘞。